不知道我会有这个事情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清华大学的浙江新生营，然后我都是自己通过网上知道的，然后当时我就是很快的就是看了一下评论，然后我发现大家都很好，也都十分暖心，给了我很多鼓励，然后也继续就是鼓舞着我，然后让我好好学习，好好努力。然后我的爸妈就是因为可能是上门的客户太多，他们有点累吧，对，他们可能压力比较大。还会有一些我的小学同学、初中同学、高中同学特意来打卡一下。家庭氛围最给我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很开心，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特别开朗的，然后他们就平时特别爱笑，然后这一点呢，我感觉我也是遗传了我的爸爸妈妈，就是我也是特别喜欢笑，然后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可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心了。我希望我自己能不忘初心，好好努力，知道自己每一步要干什么，然后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事情。